大家好，我是 Vivian，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老中讲新闻。印度尼西亚交通部发言人班邦埃尔万九日证实，俄罗斯一架苏霍伊超级100型支线客机当天下午在印度尼西亚进行飞行表演时突然与地面失去联络，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埃尔万说，这架俄罗斯客机载有至少46名俄罗斯商人和政府代表，他们正在印度尼西亚寻求飞机的买家，但印度尼西亚军方发言人说，机上也搭载了一些印度尼西亚籍的乘客。埃尔万说，这架客机于当地时间12时飞行成功，在印度尼西亚的首场飞行展示，但是在14时25分进行第二次试飞时，飞机在西爪哇省茂务县的一个小机场附近从10000英尺高度突降到6000英尺，随后从雷达上消失，与地面失去联系。再来看这条消息，江西省南昌市发现一座合葬墓，大陆考古人员12日进行开棺发掘，发现男性墓主面容清晰可见，玉腰带、龙袍保存完好。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文化，考古人员判定该墓年代为明朝，墓主为宁王子孙。据考古人员称，从他发白的头发和胡子可以判断，他过世时年过花甲，而玉带是由20多块和田玉组成，加上身着龙纹官服，表示他身份显赫。明代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龙这种图腾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使用。虽然无法判断这条龙有几个爪子，但据此推测，墓主很可能是王室成员，是宁王的子孙。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